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欢迎收听 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甜甜。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维伦。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疑问。哎，甜甜、维伦，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新冠肺炎已经一周年了吗？哎，你不讲我还没有发现哎。哎，真的哎。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很多人都无法到处旅游。哎，疑问，那些空服人员都想要换什么样的工作啊？基本上都是专柜人员、电话行销人员、主管特助、秘书，又或者是语文补习班老师。毕竟他们有一定的外语水准、团队合作能力以及沟通、亲和力等人格特质。虽然他们都换了工作，但比起以往当空服人员的薪水，现在稳定度更高了呢。这样好像也蛮不错的耶。那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单字吧。第一个单字，转职 transfer。 转职 transfer。 She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another department。 她已被调往另一个部门。 She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another department。 她已被调往另一个部门。第二个单字，工作机会，Job opportunity。 工作机会， Job opportunities。 To young people, job opportunity are very vital。 工作机会对于年轻人最为重要。 To young people, job opportunity are very vital。 工作机会对于年轻人最为重要。第三个单字，空服员 flight attendants。 空服员 flight attendant。 My dream job is to become a flight attendant。 我的理想工作是成为一名空服员。 My dream job is to become a flight attendant。 我的理想工作是成为一名空服员。那大家这样都学会了吗？让我们下次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